星期三晏昼两点几，有市民向警方报案，表示九龙城龙岗道一带有大批可疑人士聚集。警方接报之后大为紧张，出动多名持防暴盾警员和反黑组人员到场，截查十二人和他们三部私家车，其后将他们双手反锁带走。案件目前仍在调查，据悉涉案人士有黑帮生意安背景。